前期提腰，5月21日新款刮刮乐新发售，第一天乐刮2000选010中大奖2000元，继续换别本，乐刮2000又中300元，继续再买各一张，换惊喜连连中100，第三天再各一张，就都杠归了，第四天不信邪再各一张。就先来看这两款刮刮乐中奖几率吧。月刮2000玩法说明，任一个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，即得该号码对应的奖金，或刮中一个钱袋，即得奖金2000元。彩券特色，头奖100万元，超过23万个2000元，含以上奖项。中奖几率介绍 25.10%， 中奖几率分配200元一本100张中，16.29张300元一本100张中，2张500元一本100张中，2.8张2000元一本100张中，4张这款就是要来凹出一本中4张的2000元。第二款是100元的刮刮乐，彩券特色，头奖50万元，超过17万个500元，含以上奖项。玩法说明，各游戏区刮开后，若人一直线、横线或对角线刮出三个圈或三个叉，即得奖金蓝奖额，不可跨区兑奖。中奖几率介绍 31.21%， 中奖几率分配100元一本100张中，19.2张200元一本100张中，6.92张300元一本100张中，2.1张500元一本100张中，2.25张。这款一本一定要来凹出2.25张500元，这就是今天再凹一张买的这两张新款刮刮乐。选号逻辑前八码加总等于尾码，这款惊喜连连，四张中一张，这是没中的三张097跟042。100元的惊喜连连，0+2+8+2+3+1+4选084。200元的乐刮2000，四张中两张，这里是没中的032跟055。月刮2000，0+6+1+5+6+2+0+1等于尾码一选011。依照往例先看一下手环时间，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5月24日，现在开始先开刮100。现在开始开刮，先刮开 QR code， 先刮右边的九宫格，右边的九宫格没有中，再刮左边。左边的九宫格没有中，这张就是杠归了。依照往例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，用 App 扫一下确认未中奖。接着继续来刮200元的。先刮开 QR code 跟幸运数字。幸运数字17、21、29。哇，有看到英文字母 V， 看看有没有机会500。啊，一开始看到英文字母 V， 加上 T， 这样就是杠归的高几率呀！赶快再来刮您的号码，看是不是。的号码27、20、24、28没有中，共呼共呼，鱼钩开戏捏共呼啊啊！有看到英文字母 K， 一枪毙命杠龟的命。剩下的就赶快刮一刮，共呼
共孤，如共咩共孤啊？共孤，共孤，如共共孤啊？终于杠归了，依照往例还是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了。用 app 扫一下确认未中奖，今天不听网友的话，买二张再次都杠归了，买300元。赔300元，前期五月份累计买14张中6张，买3200元，中3400元，还是小赚200元了。五月份累计买16张中6张，买3500元，中3400元，反胜未败，小赔100元。五月份第二款又开始逆转败，下次来买最后一张测试了，看能否再次逆转。我没中奖没关系，祝大家都中奖。